屌你老母！你哋谂咗咁样都屌嘅嗱，并唔系因为佢系苗子玲我偶像，嗯，系根本屌你妈系立捻杀呢班冚家铲，又系屌你妈自己去沟女又得，自己讲又得，嗯，屌你老母就系、是、老实讲，哪个男人不叫閪啊，不叫鸡啊，屌你老母！有几多女人够胆同我讲？屌你老母！你结婚之后，你冇对个男第个男人动心，或者屌你，甚至乎俾个老婆你老公带啊！屌你老母！民心啊，发誓啊，冚家铲！十个香港女人，起码八个俾个老母老公带；十个香港男人，十个叫你个鸡！屌你老母就系、是，然后而家又指三道四人话贱鸡贱鸡贱乜捻只鸡啊？佢做错乜捻嘢啊？问埋你老豆啊！你问埋你老豆有冇叫个鸡？问埋你老母有冇俾个老母你老豆带我捻过啦？屌你老母！